各位看一下哦，今天过完年哦，大家都忙着开工，所以今天狐狸菜园哦也来跟各位小开工一下哦。那各位看到、哦、我刚刚这一期地哦挖了一些洞，刚刚把这个以前我用有机质的肥渣哦所做的堆肥哦，还有颗粒状的这些有机肥，就施加在每个洞哦，当做它的这个基肥。这一期地要拿来种什么呢？哦，因为春天到了哦，所以我们要开始来栽种一些春天的蔬菜哦。那这一期地等一下要种什么呢？给各位看一下，我打算呢在这边呢种这个十颗的秋葵。那这个是紫色的秋葵，这个是绿色的秋葵。哦、另外这一边呢挖了八个洞呢，我打算呢种四颗的茄子哦，也就是长茄，然后还有两颗黄色的彩椒，还有两颗红色的彩椒哦。那为什么要把它们种在一块哦？因为它们的种类哦，整个生长状况跟水肥管理都差不多哦，所以我就把它种在同一起地。那等一下我会再找另外一个地方哦。一样我们再开种这个香波绿哦，因为有些人蛮喜欢吃这个哦。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开始来种玉米哦，那这个是彩虹玉米哦，等一下我们也会找个地方再给它种下去，好不好？今天的工作就是这些了，我们就慢慢来吧。这边的茄科哦，我把它间隔的栽种哦，避免将来它们其中一颗得到疫病或是生病的时候，会把传染病传到旁边。这个是红色的彩椒。
间距大概是40公分了。大概如果半个月到一个月顺利长高了，我们再来给它做支撑架，差一点把塑胶壳都种下去。这个叫人有尸首，马有尸体。之前很多网友关心哦，就是说你把苗栽直接种在这个施加的底肥上面，会不会有烧根的问题？但是经过我这一两年的栽种所有的蔬菜来看哦，基本上是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只要你的肥料不是一整坨在那里，即使它在发酵过程，它的这个温度产生的高温还是不会很高，不至于会有到烧根的问题。除非你是一整坨肥料在下面，那它累积的热量就会比较高，就会有烧根的这个疑虑。因为我稍微打散过，所以它累积的能量就比较分散一点，就比较不会有局部高温的现象产生。去年我也是这样，单边一畦地单边种十棵的秋葵，其实这样的间距我觉得还可以，不至于会太密，因为它们的长势也都算还可以，平均两三天都可以有不少的收获。以前这个土都会板结硬邦邦的，经过这两三年的这个养土，现在轻轻一捏就碎了。所以今年栽种的这些蔬菜的成功率相对比去年就成功很高，所以原则上这个土大概养好了，接下来我就会开始在针对肥料的部分再来做一些改善。那如果经过一两年肥料的改善都可以种的跟一般惯性的这些成果一样的话呢，那么在接下来就会再针对一些病虫害的防治呢，再做一些功课了。所以原则上慢慢来，毕竟种菜也是一门学问啊。那我们就对于在学习过程中的人，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来啊。即使一开始人家会认为你种的都不怎么样，那也没关系。按照自己的步骤来，毕竟种菜是为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尤其是每个人的种植环境条件都不一样，如果可以直接套用别人的做法就可以成功的话，那这个可能对专业的人士来讲也是不公平的，毕竟这个还是需要专业的一些过程。那只是说每个人学习的阶段不一样，不一定要说自己可以马上就是能够学到跟人家一样的水准。应该这么说啦，我觉得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栽种模式是最好的。只要在一些大原则底下，很多细节是可以靠自己创造出来的。好，等一下再来浇水，我们先去种其他的。
这边本来是种三筒蒿的，前几天我就把它全部除掉，因为天气渐渐变热了，然后我就施加了一些颗粒状有机肥还有牛粪在上面。那因为这个生菜呢基本上都是短期作物了，大概四到五个礼拜就可以采收了，所以后续基本上我就不会再做追肥的动作。各位看到这一批牛粪哦，这个牛看起来消化不是很好哦，有些都没有消化到很碎哦，很细。这个牛粪哦，当肥料的好处就是，除了可以提供养分之外哦，直接把它铺到这个土壤的表层。第一个，它可以保湿哦；第二个，如果晚上气温够低的话，它还有保温的功能。那它的养分也会慢慢的释放到土壤里面。那你说牛粪直接铺到这个土壤表层，会不会有什么害处？基本上目前大概是没有发现什么害处了。像这个是一个多礼拜之前种的这个绿钻石，表面我也是铺了一层这个牛粪，不过看起来长势都还可以，良率也都还算蛮高哦，没有产生什么这个种苗枯掉或是烂掉烂根的这些现象，目前来讲也不会有什么烧根的这些问题。各位看哦，上次我们修剪的这十颗青椒哦，各位发出新芽了，而且陆续还继续在开花，都还是有在陆续在发新芽出来。一样，等一下，最后我们再来浇水。最后，玉米，彩虹玉米，打算把这个葱的两边地哦整一下，等一下就来种这20颗玉米，开工了。先找根，只能够煮多少算多少，想办法跟它和平共生了。加一些牛粪，先加一些牛粪当底。等过一阵子啊，这个苗再大一点的时候再来追。
种在它的旁边的话，大概这个玉米长到这个高度，葱就可以采收了。采收完之后呢，再追肥，然后再把这个土翻起来呢，再把它做覆盖就好。好，浇水，今天的开工就算完成了。这边还没种，种到头壳已经有一点头昏眼花了，所以各位开工不要种太多了。大功告成，一两个月之后，我们再来检视这些成果了。谢谢了。好，